您好，您看一下。嗯，我觉得这个颜色挺适合您的。哦，对，您皮肤特别白。这个衬衣，这两件我都要了。这个拿 L 码，这个拿 M 码的吧。好的，您稍等哈。刘小姐，您看看这几款啊。我昨天过来了解了一下情况，这几款销路很不错。 所以我认为呢，我们目前国内玩具的市场前景广阔，我们可以扩大国内高端玩具的市场份额。他倒是问起过我，在哪买玩具比较好，好像是个儿子。彭总，你觉得一个10岁的男孩会喜欢玩这个玩具吗？销路这么好，应该可以吧？您是要送给朋友吗？这样吧。 等回头我准备好，送到您酒店去。好，算了，还是不用了。彭总，我有点不太舒服，我想回酒店休息一下。那好，那您早点回去休息啊。哎，慢点，阿兰，照顾好肖小姐啊。好，放心吧。肖小姐，哎，有什么需要您随时联系我。好的，好的。慢点啊。好，再见。再见，肖总。 这个小宗啊，也真可怜。平时啊，他两条腿都是架子，多揍几波则使不上力量。虽然家有王冠家财，却是个这么重的残疾，可怜你很呐。可寡松，别瞎说。这种话千万不能在公司说啊，尤其是当着董事长，更不能说，知道了吗？知道，两哥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在这个玩具柜台再转转。行，那我走了，走吧。 彭总，你觉得一个10岁的男孩会喜欢玩这种玩具吗？这小格子都是我们卖的特别好的，我哥穿的话颜色太扎眼了。你再看一下这边这些款，这个可以。这个小香芋色也比较好看。它配个领带吧？领带这块您看有没有自己相中的呢？试试这个。好嘞，看看您配上。行。 好久不见，这么多年还好吧？好啊，挺好的。你一直在深圳啊？啊，好些年了。你怎么突然来这儿了？出差，出差过来的。 还在红星厂吗？没有，辞职好多年了。我现在在服装厂，日出服装厂。你呢，在这边做什么呀？嗨，在一家企业给别人打工呢。成家了。是，你在这儿有家了。 挺好，挺好的。我马上就要走了，4点钟的车。这么快就回去了？啊。好，那我就不耽误你了。好。海燕，如果以后有机会吧，带着你们一家人过来玩玩。
多问一句，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哦，男孩，十岁了。你们呢？男孩女孩？啊，没有，我还没有呢。你刚才说是几点？几点钟的车？四点。我真的该走了。好，哎，哎，燕儿，海燕，一路顺风。嗯，你也多多保重，铁军。再见。再见。去往原平的列车要开车了，检票了，检票了。海燕，铁军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见着你，真是太意外了，我这脑子有点懵，可是刚才我也没反应过来，也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了，我连地址都忘了给你留了。啊，给你买了点东西，你拿走。哎呀，你干嘛买东西啊？这是我一点心意，这主要时间也来不及了，也没好好挑，你别介意。你看，这边这两袋啊，是我给你跟战良买的，这个，啊，小汽车，小手枪，这是给孩子买的，男孩都特喜欢玩。这两个礼盒啊，是我给姐姐和姐夫买的，我特别没给姐买酒，我想着可能太沉了，你也不好拿，等将来有机会吧，到时候我再给他们寄。不用，你真不用买这些东西，真的。这样，一会儿我送你进站，我帮你把这些拿上车，啊。对了，这个是我的地址。我还住在原来的地方，铁军，没想到。还能见到你，真的，我特别高兴。我也挺高兴的。海燕，对不起啊，当年我离开三分厂，一下就跑得没影了，也没来得及跟你当面说一声谢谢。我真的特别感谢你跟战良，你这回回去，一定替我送上问候。你告诉他。将来有机会啊，如果我们能见面的话，我一定当面道谢。战良，战良怎么样？挺好的吧？这么优秀，他现在是不是发展的还不错？还当警察呢吗？战良牺牲了。十年前，战良牺牲了。
就是那天，我拿到了老邓的证明，张良也拿到了胶卷。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：“我去车站接你啊。”没想到，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。海燕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呀，真的对不起。就是个混蛋。太自私了，这是我自己心态的问题。当初我还觉得陈铁军一走了之，特别潇洒，特别豪迈。可是我真的没想到，我再也见不到湛良了。真的就是个混蛋呢。铁军，你别这样，你的想法我都明白，都过去了，过去了。现在大家都挺好的，湛良在天有灵，他也是安心的。我真的是太自私了，十年了，我一次家都没回去过，我甚至连一封信都没给你们写过。这些年。你一定过得很艰难吗？我知道。你说战花姐，战花姐她多疼战良，她肯定心都碎了。你现在还带着战良的一父子过去，战良他那么帮助我，我什么都没为他做，也没为你们做，我对不起你们。更对不起湛良。我最艰难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，现在大家都挺好的。我们要珍惜眼前的生活，才是对湛良最大的告慰。海燕，我必须得跟你回一趟原平，我得看看湛花姐他们。你知道吗？我这心里头。太想念大家了。